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我已心绪苍生，再也容不下其他。我真的没有下毒，别人信不信我无所谓，你可不可以信我？火刑之下，严旦尚有一线生机，总好过刑罚加深，不死不休。事已至此，天条庄严，此法你不得不受。火刑不过是小惩大戒，并无性命之忧。可若在此纵身一跃，就会魂飞魄散，才是不值。帝君以为他们纵身一跃，是为了逃避刑罚。他们不惜一死，是因为在他们心中认为情爱无罪。严旦，辱没天条是极刑之罪。我的罪难道还少吗？我没有下毒，却被判了下毒之罪。而如今，我生出了情念也是罪，可怜我的不舍和同情也是罪。我想问问你，到底是我严旦罪恶滔天，还是这天条荒谬可憎？他居然生出了情念。你一个仙龄短浅的仙士，知道什么是情爱？不要在此胡言乱语。没错，我虽然是一朵小小的邯郸，可也比你这高高在上的帝君懂得什么是情爱。你曾经说过，若是有一天我动了情，你便会亲手杀了我。如今我已经动情了，你为何还不动手？帝君，此女言行狂悖，冒犯天条，实不能容。别动她。你有任何话，等受刑之后再说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堂堂的帝君，你走过三界万年，抚养一世，在你的心里，难道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，让你心动过，想让你摆脱这天条的束缚吗？严旦，你想要的答案没有你的生命重要，你明不明白？可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答案。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地崖的茅草屋中，无论是何时、何地、何情，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最明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，寂寞的烫烫住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，洗净纤尘。我已心绪苍生，你一息模样，再也容不下其他。轮转中为